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我已经对录 vlog 有点陌生了。啊，这里是2022年开春第一个 vlog，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。今年仅此一个，好啊。Nope。现在在杭州，在干嘛呢？在等着跨年。然后现在再去练舞蹈的路上，特别难一个舞蹈。其实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明天直播的时候不要摔跤，不要忘动作，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 OK 的了。哎，刚吃饱。我这个老骨头啊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我就筋大概也就百来十岁了。我都听到你的骨头咔嚓咔嚓的。主要是我右脚演出摔了一下，太灵光。练完舞蹈回来，已经不行了。这可咋整？这还没正式录呢。嗨，现在是几点？1:30。1:28。刚刚彩排完，跟好难还的节目，现在准备睡觉。我已经连续两天在我的睡前，在我的背上贴满膏药，这是今天的战绩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个舞台了啊！非常的逞能哈，搞了一个纯跳的 solo 舞台。希望你们喜欢吧。然后咱就是说，咱练习的那双是运动鞋啊，舞台上是靴子。咱就是说，可能靴子没有运动鞋那个效果，不知道明天直播会怎样。如果出了什么小差错，希望大家多多担待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好了，拜拜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